开饭了，大哥，我要来了。乱炖，鸡蛋。吃鸡蛋呀、啊？虎皮鸡蛋。对，盛点豆角，豆角、白菜跟鸡，不要汤。哦，这是鸡。对，今天四个菜，三个荤菜，都说了不要汤。哎。没有，来点鸡蛋。这个少来点，好，够了。鸭头鸭尾鸭屁股，中间呢？哎，好了，哎呀，不要了，要个那个，这个，对，橙子，谢谢，再来一个吧，摆两个好看，一边放一个，不会吃，整点好看，对，哇，米饭曝光了，来一个。一小块就行，谢谢。开饭了，今天午餐。